天是5月31号，星期三，我是主持人文蔚，下面是今天的新闻。纽约一名资深律师在办案时使用 ChatGPT 进行案例研究，撰写法律文件，结果被发现其内容被发现是虚假的，而他可能会因此受到严厉的制裁。美国3月标普凯斯席勒 SPCS 全国房价指数同比上涨0.7%，环比上涨0.4%，这是继2月环比转涨后又一次环比上扬。而在2月之前，该房价数据已经历了连续7个月的下跌。CBS 报道，5月29日，佛州好莱坞海滩发生的大规模枪击案造成至少9人受伤送医。据警方证实，有一名嫌疑人被捕，另一名在逃。下面是本期导报商务时间。目前北美东方菜系人才严重短缺，为此北美经济导报联合美国烹饪联盟、美国中餐联盟、迈阿密东方烹饪学院、圣托马斯大学等开展经理、厨师、服务员、后厨人员的专门培养和管理，包括调研、培训、就业、监测，为佛州餐饮业提供贴心用工服务。中餐馆业主与我们合作，可以迅速招聘到技术好、水平高、可信赖的高素质人才，从而确保餐厅运营质量和服务水平。让我们同舟共济，精诚合作。请随时电话或邮件联系我们，电话3058900185，邮件 admin@nahis.com。